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、哦，第一小题呢，它要你求这一条直线斜率啊。这条直线是 x 等于常数，就 x 等于常数的话，是一个千垂线，斜率无穷大，也就是说不存在。好，再我们看这个，这个的话是水平线 ，y 等于二分之负三。水平线的话，斜率等于零。